佢哋可能咧識入人家海犬，俾主人遺棄。唔知啊。都係嗰只，佢就趴地下呢只最靚咁嗰只。頭先俾個老細攬。Yeah， 就係最靚呢只咁嗰只。衰女，呢個衰女嚟呢個。哇！佢三隻咬埋一個盤，你睇，得唔得？係啊，睇到啦嗰度。幾爭？死爭爛爭三隻嘢，你行住先啦。睇我鬆到埋嘅，你睇。我睇到啊。三隻衰嘢。啲咩俾家姐？誒。哇！越嚟越多。好睇啊！这边拿回来，反正你就把飞板咬坏了哈，反正来，咬坏有没有咬坏这一个？来，反正来，你看，很爽哈，一个飞板45块，要赔。哦，佢好辛苦啊！佢，哎呀，张飞啊！美丽啊，这样子美丽。累了。好，这边拿过来。你要把它咬坏呀！25、26都是这只狗仔最灵，狗仔最都是这只最灵。哎呦！哦，好新手啊！最好新手嚟噶，可能细瘦啲啊。哦，对，哦，好嘅，哦，哦 ，well done，well done，yeah， 哈哈。挺好的，不过太慢了。好，飞盘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刚是黑白的。被人包在里面啊？喺个尾袋，你摸啊？拿飞盘。来，杨总来，飞盘拿回来啊，乖哦。哇，佢幾多隻啊？你話？十九啊！拿過來，先拿一排，還有三個。14隻。我識聽喎，揾只腳反起佢喎。還有一個。啊，揾只腳反起佢得唔得？好，謝謝。好，三牛来，哎，三牛，好，三牛来了啊！过来就三牛来了。大牛，大牛回来。大牛。坐下。让他们休息一下，哦，可以跟他拍照，跟他玩，跟他拍照没有问题。行，想要养狗的，这里的狗全部可以养。大头、大牛，啊、哦，这两个都可以养，妈咪都可以养，带回家养，不要钱。哇，家姐喺度啊，十粒粒俾一只啊。
點過翻屋企啊？唔使錢喎。點過翻屋企啊？都系呢只最正，咁嗰只都系呢只最正。呢只细只呢只咧，最正呢只。十几只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三十四只啊！十三只。十几只？嗰只黑白嗰只跳得好高只咧？十三只。十四，我又数到十四。又数到十四啦。有。另外。应该会影响到啲大老鼠。大老鼠？睇过影相。走埋嚟搶鏡嗰女仔，係啊！你而家影緊 movie 㗎？仲影緊 movie 㗎？都影過望嘅咩？有幾多 memory 影幾多？佢哋又唔會話走咗好遠㗎喎。啲教得好啊嘛，呢啲。呢啲係 digital 先做到嘅啫。我諗啊，呢班嘢一日食一包狗糧到啦。要啊。一十幾隻喎，佢哋食咗六個。